大家好，我叫姚志奎，来自北京全天下搏击俱乐部。我的战绩是5胜3负。完了，由于上一年参加中国那个UFC 的选拔赛 TUF， 完了会在今年的8月23号参加澳门的 UFC。由于老虎拳馆比较出名，再一个就是这边的训练环境和还有教练团队都是特别好，所以想来这边备战一下，提升一下自己。由于刚来，我上了几次柔术课和摔跤课，感觉都特别好。这边的教练还有教练团队的一些运动员都特别强，因为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、新的技术，这样有助于我更好的以后的发展、更好的提高。中国的 MMA 因为刚起步，发展的比较不是特别好，专业化还有那些教练团队都不是特别好。如果说能和老虎这样的拳馆多合作的话，会更好的发展嘛以后。这个会的，这个肯定会的。我下一步想让我的哥哥过来这边训练，因为有中国有好多好朋友一块儿，会推荐他们来到老虎拳馆这边。